么那么大杯？有配过完美比例，有加糖跟水，还有柠檬汁。我觉得我很棒，真的我喝完了。那我们后面有那个桶，等下过去量血压体重，这样带着直接拿。喝完糖水后要等一个小时才能做下一次检查，不能吃东西，不能喝东西。然后你看旁边这个人，他在吃东西，他故意在我旁边吃东西，见不见？喝完半个小时后，觉得很想睡，然后很想喝水，跟有点恶心，因为它后劲很强哎，不可以大肚肚，无法大肚肚，大肚。第一个小时过关，很痛，噔噔，喝完了，过关，耶，可以回家喽。糖水